강화분들이 저에게 모든 에너지의 근원이 되기 때문에 어디까지 가볼지는 모르겠으나 한번 갈 수 있는 데까지는 가보려고 합니다. 首先是他这一次在上海一次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可是他是想要呈现一个秀的感觉，他可能的演唱会是以秀的为主题来计划策划。那至于他出道已经二十年这个时间点，他觉得比起过去的二十年，未来的二十年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所以也是一个起跑点。那明年他在准备 Dimension 这样子一个新组的一个团体，然后准备可能在欧洲啊这种外。 国外去举办很多的演唱会，也有在打算，也有在计划在中国举办演唱会嘛，所以他整个行程是非常的忙碌的。那当然，这都是因为有这样鳗鱼们都支持着他，所以他才能可以做得到，非常感谢大家。那些鳗鱼们也一定希望他可以多多的来中国，对不对？对。好，我们有请下一位的媒体朋友。好，这边。哎，大哥，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 600만은 뭐 곧 달성할 것 같아서 그게 생각을 안 해봤는데 1000만이 달성이 되면 만리장성에 가서 춤을 추겠습니다. 진짜 농담 아니야. 他说600万呢，已经快到了嘛，所以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了1000万的时候呢，他会到万里长城上面去跳舞。他说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后子还不赶紧吆喝，身边所有的朋友1000万哦，身边所有的朋友长城上面跳舞，大家都听到了，这么多媒体朋友坐上哦，不能抵赖，对不对？ 20万、30万，级别多了的时候，할머니、할아버지、阿빠、엄마、阿姨、大概一辈。你们回家之后，马上要请你的爷爷奶奶，然后亲戚朋友，然后小孩子什么侄子都要请他们加入。一起关注他，对不对？对。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位。你好，是 PPTV 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张东硕，近几年在中国的人气是越来越旺了。 然后近期也在和统一先成都的一个广告，那我们了解到你在广告拍摄过程中，在天气非常寒冷而且拍摄了十几个小时的情况下，为了表现好，那一直重复会要求多拍几次，那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动力来推动你这样子如此敬业？ 에 대한 질문을 받을 때마다 생각이 드는 건 결국 제 자신이라고 생각을 해요. 누구와의 싸움에서 이기기 위함이라기보다 결국 자기 자신과의 싸움이고 제가 나중에 제가 남은 작품을 봤을 때 후회하지 않을 만한 연기를 하는 것이 저의 숙제이기 때문에 순간순간에 노력을 다하는 것이 전부인 것 같아요. 因为他觉得，天底下自己的最大的劲敌就是自己，那觉得他觉得要自己把他自己想的自己对他表现得很好，所以每一个瞬间瞬间呢，他觉得要尽全力的表现出来，这样他以后看自己的表现的时候呢，才会觉得说我真的有精力，然后做出很棒的演出，所以他才会尽全力的去想要求这样子重新开始的部分。我自己个人的认为，这个我那边，我实在是演技差了。 운명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일단은 지금 내년의 계획은 이제 도전해보지 않았던 시장까지에 가보고 싶기 때문에 영화 앨범은 뭐 무조건적으로 나올 것 같아요. 现在是明年的计划是想要挑战一些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明年英文专辑的部分一定会出来。
제가 만리장성에서 춤을 추게 된다면 중국 노래를 춤을 추지 않을까? 他说如果他有一天可以在万里长城上面跳舞的话应该也会用中文歌来去跳舞吧 媒体和我讲说他经常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中文，大家知道他会讲哪些奇奇怪怪的中文？那可不可以给大家来展现一下你平常学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中文？不过说哪些你好，你好，我是张根硕。这个这句刚才说过了。我。 你要我吗？我很帅吗？我真的。你很漂亮。谢谢。真的。小凯啊，好，那因为时间有限呢，所以今天我们的张根硕的新闻发布会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呢，有请我们的指定冠名，我们的统一先成都的代表上台。 多漂亮！Transmedia还有HS Media还有 TJ，好，我们有请我们的代表上台和我们的张根硕合影。来，给我们跳个舞。